请问你从哪里来？香港。香港好，请问你为什么来这里？因为我这次过来是因为工作，嗯、对对。然后刚好知道，因为这边有台港大游戏、嗯，所以就一起顺道过来这边，对，支持一下香港。嗯、了解。那你不怕回去就被送到北京去吗？不怕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对， okay, 香港有自由啊。我还相信香港有自由。OK。那香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国两制，这是你们现在面对的。对。对，那你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现在一国两制已经不是一国两制，现在是一国一制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就是现在一定要说香港人出来发声。其实我觉得最近，因为最近不管是黑社会或者是警察打示威者，我觉得人数已经开始慢慢变小。可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开始有点害怕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要就是我们要更多香港人出来支持大家，对，去反抗。好，了解。那有人说今日香港，明日台湾。嗯，就你一个香港人的看法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我会跟台湾朋友，因为我蛮多台湾朋友的，对，我会跟他们讲，2020年投票要好好思考一下，你要投谁？对对对，千万不要跟香港投，对我不要投那个，我会直接讲他的名字吗？可以，韩国瑜啊。大声一点投，不要投给谁？韩国瑜，不是我讲的。OK， 好，那最后你要跟你们自己的香港同胞讲几句话。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，香港人加油！香港加油！多 谢, 谢, 谢。你好，请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因为我是有经历过之前5年前在金钟的第一波催泪弹的，所以然后从这个6月开始，我在台湾的话，我会一直看着香港的新闻，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到香港参加，所以我只有到台湾有活动的话，我就会出席这样。所以是现在已经不敢回香港吗？敢是敢了，但是我家里人不让我回去 了，因为他怕我回去就是跑到最前面去的那种。那也好，注重安全。那你是香港人吗？那你对一国两制有什么看法？一国两制其实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他是没办法遵守他自己的法律，这就是最完齿我们最着重的问题，就是法律上面的问题嘛。如果你说好这样就这样，你不要忽然之间20年来就发现哎不行了，你自己拿回去了，那我们就会害怕说，然后我们难道就只可以等你说什么我们就只能接受什么吗？就这样。了解。那身为一个香港人，你觉得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是有可能的吗？绝对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严格来说，内地这中国人最喜欢就是说，所有说华语的地区的就是属于他们中国的嘛。其实他们有一些像是韩国人的那种大心态啊，这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们中国的。我本来还有两个问题是问台湾的政党的，那你这边住了5年了，所以我先问看看你，然后如果不行我们就跳过。好，那个绿营跟蓝营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个有人说会担心今天的活动变成那个民进党的造势活动，那请问你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也蛮怕会被他们集结这个活动，但是只要我们遵守我们自己的立场就好了。他们什么人去表演，就像是看一场小丑出来表演什么也可以啊，我觉得没差。我们刚刚讲完有关心这个活动，我们讲一个不关心这个活动的。就是国民党对这样这些跟相关议题有关的活动，好像参与度都不高。请问你觉得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们有很多后台，就是跟中央那边有很多勾结啊。大家也知道，他们后面的厂商内地都有他们的厂房在里面嘛，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直接表明他们的立场。他们也是要为他们可能啦，要为他们旗下的员工什么去负责啊，所以道理我们都懂了。OK， 好，那最后可以对你的香港同胞说句话吗？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。请问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因为我是香港人。你是香港人？对。OK， 好。那香港人自己对一国两制有什么看法？一国两制已经破产了，彻底的破产了。没有人再相信这个谎言。嗯哼，了解。那你对？就是有些人会传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，请问你对 这句话的看法是什么？我希望是反过来了，是今日台湾明日香港，因为台湾有直选，但香港还没有。好，请问你是来台湾玩吗？还是我是来工作的。来工作。对。OK， 那
你对这里的政党政治了解吗？政党政治大概了解，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工作了十几年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就是跟政党比较有关的问题。好，就是有很多人会担心今天活动会变最后会变成民进党造势的场子，那你有什么看法？那我不管，那是绝对会有人会可以捞到一些所谓的政治资本，可是这个跟我们的主题无关。好，了解。那国民党对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对香港议题上似乎都是不发声的，那你觉得是为什么，或是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他们是要拉拢他们的选民吧，他们也需要选票嘛。所以我不评价他们的做法，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思考。对，好，那最后请你对香港的手足说几句话好吗？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。请问你为什么来？其实我本身是旅行的，旅行只是刚好碰到才过来而已。对，好，了解。那对啊，那你既然旅行到这里来，你为什么要来？就因为就香港本身也发生事情嘛，在台湾也是在支持香港嘛，那就支持一下，就是这边的诉求。对对对，了解。那既然是香港人，你自己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是什么？你是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吗？本身香港的一国两制还能接受啦，其实，但是就最近就比较很不稳，因为我就觉得现在一国比两制还要大，就是盖过了意思，就感觉两制已经很不清晰了。对，就感受不到两制，因为一国参与就是影响到香港的一些民权啊、自由啊、法治啊，都蛮大的。对，那身为香港人，你认为那个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这句话你有什么看法？哎，你再说一次。今日香港明日台湾。哦，今天香港明天台湾。明天台湾。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其实也认同，因为觉得蛮对啊，台湾人加油啦。对对对，香港加油。对，香港加油。好，那我剩下两个问题是跟政党有关的，我就不问你了。啊，政党我对没关系，不熟。对，好，对对对。那最后可以请你跟香港的手足啊讲几句话吗？三个人加油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。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加油！